战利品归战胜者。效率是成功的核心关键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要不一万多，一万多应该不能，两三万吧，可能。还好我们没有去顶级场。来一把圆规人，练习练习。我觉得这个圆规人 IG 的皮肤肯定是做的像奥特曼似的，中间整个小灯，你看着没有？后悔的苦果，总比死亡的结局更容易。宁，有没有宁？没有宁，没拧啊，拧呢？谎言不会伤人，真相才是快刀。五个 W 呢？有没有？没拧。喝杯茶的时间总是有的。啊，有，有啊，有有有有拧了。哎哎，太自私了。多兰顿阿卡丽，我给你个 W。 你是哪位？这个 W 呢放的不好啊。我给你个 W 呢，你二级不学物，你学这玩意儿了？我再给你个 W 呢，我扣你一下，我再扣你一下。他们家什么打野？银马，那应该没啥太大的事儿。我给你个 W 呢，扣一下拉走。银马开疾跑没？我想的是他开个疾跑。AQ 接 W 呢，兄弟，我给你挡一手，他应该就不敢上了。我一过来 A 打不了一手戳，拉不起来，算了，下波再拉你。一过来 AQ 接，这隐身的有点快。这波越塔杀他，来狼人上狼人，嗷！我就想问一下，为什么是我扛塔？哎哎哎！给我打下小兵，给我打下小兵！回家了啊！我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。友善是如此乏味。我先 A 的，我知道我先 A 的。那狼人为什么不先上呢？你得先看中自己，否则别人就会当。等个20块钱。一开始钱没算好。假装我们回家了。一位得体的女士会采用许多手段。完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权力的维持必须不计代价。
闪现了。其实他闪现也对，这波不闪可能会死。布局小节，最终会换到你。我不会被误导。猥琐起来了，开始猥琐了。我马上升了，兄弟，你想好没？你怎么还自己还从烟儿里边走出来？那你就得死了吧？别！咦，他打不过我们，没事啊。跳弹，怎么还来个攀身呢？还打攀身一个大啊，不错。减速，我操！快来援手！这银马这小回头确实行啊。Nice， 兄弟，这波还赚了，这波你还别说，还赚了给我们。元首开会呢，本来我回家吧，这钱儿不够，给我赚了一手钱儿。这人，那你就别补刀，我就在这站着。我就在这站着，我看你吃不吃经验。我也不补了，我们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我不补了。狼人让人干了，那就只能让他干了。这就是控线不好的地方，你知道吧？帮不了打野。我感觉好像银马要往上跑了，这没有用啊！你这干哈呢，老啊？不上了，溜了。他去野区了，不知道这潘森旁边有没有人啊？他旁边有银马没啊？没有。你不找我了，我找你来了。这家伙这老干哈呀？先闪一手，别急啊。不能上了，这人儿他有点多，稍微。拿个车不过分吧？回家了，兄弟。
换个扫描。哎，可以先杀这个，先杀这个银马，他没有蓝了。阿卡丽这波又亏了，俺们家中路还二 v 二换那个打死两个血钻。哎，我不 A 兵，我继续恶心你，我让你一级都升不了。不计后果。我看你吃不吃这个兵。其实我应该出个吸血，这样呢，我们这个线上就能续航更久一点。权贵阶层与流血杀人总是紧密不离，谈判破裂的他还不过来吃兵，我还不推，今天塔皮我也不吃，我就在上路跟你耗着。但其实没啥必要啊，说实话这就没必要了，一直跟他耗着，我们没有经济，他也没经济，我干嘛下等马换上等马，不合适，应该吃塔皮的。哎，他跑中路去了，那可以啊。他跑中路去好啊，我这塔皮这不都吃完了吗？机会只会眷顾等待的人，好的礼节要通过耐心。今天是不是 IG 比赛啊？今天老干爹打 IG。刚说完 V 五是的要夺冠的，昨天 V 五就没了。哎呀！好运总会眷顾富人。没的有点快。我不玩游戏，我来定。金钱总是万能的。打其他队可能还行，打李宁啊，不是李宁啊，错了，苏宁啊，可能就不太行了。往下走来。你下一次转身能有好运，暴力是了结的手段。他们知道我来了，我看看野区有没有啊，我晒一波嘛。哎，来了啊。来了，卡莎来了，那就杀人嘛，没关系，来送红。可以杀。哎呦，好痛好痛好痛。潘森来了，快跑。潘森要拿我这800块。我们站在一个四面八方都有墙的位置，即使这里有眼，我们也可以秀他一手。投降了。